Really? Really? 你们是在创造新的料理？没错，感觉像在玩食物。来来来。今天带大家来吃遍云林各大美食。你们两位是怎样？Go！ 来到了太平老街路上的麻薯大王，这个在云林有很多家分店，所以我们买了十二入的试试看，还买了一个红玉红茶的冰淇淋，然后它里面有富花生粉，它还有六片跟二十一百片，你爱买几片就买几片，你钱多就可以买一百片。红玉红茶。超好吃，不要再靠杯了，真的超好吃，有没有？它是浓到一个很好吃，我会怀疑它里面完全没有其他的原物料，就只有葱，只有茶，它茶香味很重，很好吃哎！要不是它带回台北会融化，不然我一早就买个十盒。各位你们看这个，这样你们想到什么？跟外一般小当家在做大烧麦的时候的那个大面饼，你说宇宙大烧麦？对啊，然后把一整头牛包进去。对，然后吃的时候像噔。那你看看你吃，你看你有没有？那你帮我撒点粉。假设现在我要把小当家的烧麦，宇宙大烧麦吃进去。三、二、一。到处都是。刚刚这样的，我以为有喷泉呢。所以好吃吗？我觉得马吉本身很好吃，那我们应该把它加冰淇淋。可以啊，合起来啊 ，remix 混着吃啊。我真的觉得这个冰淇淋很可以买，它还有其他种口味，还有铁观音，还有蜜香红茶，反正都是茶叶类的，它有很多种口味的冰淇淋，好好吃、喔。喜欢吃冰淇淋，还有喜欢喝茶的朋友，正好。好好吃。看，现场包水饺。我要再大。你刚包不起来，你就贪心鬼。所以你们是在创造新的料理。没错。感觉像在玩食物。我敢吃牙疼。来，三、二、一。一把旅游出色，形容一下味道。我仿佛听到萧邦的巨著。嗯，来来来，我们说过是中华一番，你讲的是萧邦。我觉得要再加一口这个。看这牙齿，这个我感觉很难 Q 哎，花生粉要多，你刚撒太少了。你真的是很贪心。来。轮次的呀，到语无伦次，不用讲，太好吃了。我们来到了北港。北港，北港是在台湾哪里？北港。地理好强啊 ！Of course， 来到北港，尼哥的朋友首先推荐就是这一家黄明庙边炸鱼肚。但是来这是要吃肉羹的。你说你朋友说这边的肉羹怎么样？他说是他这辈子吃过的羹最好吃。这辈子。所以你朋友是不是只吃过这一家？真的至少吃过两家，云林一家，台北一家，然后这家最好吃，这家一个。我们来吃吃看好不好？我电话已经准备好了，不好吃就打电话去骂。我们点的来了香菇肉羹汤，吃吃看你朋友所谓的全台湾最好吃。它的料多很实在，它里面有肉、笋子、笋子，然后跟香菇，是好吃的。然后呢？但是你要说是全台湾第一名，我倒是不见得。他没有说全台湾啊。他吃过的，至少我有吃过比他好吃的。他的肉很扎实，他肉是很大块。对。他肉是很大块。你真的觉得好吃吗？真的，很好吃。香菇味好吃。我觉得真的差醋。这边人不加醋的。好噻。其实我觉得这个这样35块的还蛮划算的。它的好吃程度跟它料好实在，我觉得。CP 值是高的。我也觉得 CP 值很高。如果朋友来，我会。你会带吗？对吧？还可以吧。如果来这里会。对，如果说满分是10分，综合评估下，你会给他多少？综合。哎呦，把你吓到喷尿。旁边有尿味。不是恐怖攻击哦，不用担心。哇，吃得津津有味。你该不会还要舔盘子吧？哇，你还舔盘子嘞？这跟谁学的、啊？不好意思讲。满分10分。8.5。我给7。我给8。如果他可以再加醋的话，那你跟老板拿就有啦、啊。没关系，我只是觉得如果加醋的话，真的会更高分。我觉得可能跟口感也有问题吧，可能北部爱吃醋。
我爱吃醋，所以我应该要加点醋才会觉得更浓。OK， 它本身是好吃的，好吃的。OK， 我们换下一家，我们要来吃这个北港圆仔汤，现在温度大概32度，对，找不到圆仔冰，所以就在圆仔汤也 OK。哦，有刨冰啦，来，我们来吃吃看。圆仔是我最爱的东西耶，一样。一个是脆圆，一个是一样，哪一碗是哪一碗我就不知道，挖开才知道。挖开才知道。脆圆是这边才吃得到，也跟老板讲。这个叫脆圆。这个。对，那你脆一下看看。脆一下，脆一下。脆起来。有脆吗？有咬劲。你怎么每次都像在吃冰榔？然后它的汤是什么？糖水，那你让它一样，嗯，一样，糯米味，糯米味很十足，糯米味十足。这家71年一样糖啊，它最有特色的是纯手工现榨，就是他们当下就会揉糯米团，然后就这样一粒一粒的丢到汤里。它很有咬劲，口感蛮好。这家店我会2刷，我觉得很不错。你才2刷。我会3刷，那我会5、6刷，我就是每次来可能都会吃，然后这辈子只来一次，马上腐烂。我们来总结一下，吃起来我是觉得尼亚比脆圆好吃，所以来这边可以来一点尼亚。看这样2碗就可以知道我们喜欢哪一个，这个是脆圆，这个是尼亚，这个已经空了，已经入我肚，入你肚子里了。尼哥刚刚去买了一个东西，你买了这是什么？一块饼，哎，这个叫做懒毛大饼。啊，你说什么？再说一次，懒毛大饼。你有讲错吗？不是、啊，这个是我们自己的称呼方式。因为我有一次我朋友吃这个，当然是比较大号一点的，吃到懒毛。你买这个让我们敢吃吗？等等，你朋友怎么知道他吃到的是懒毛？因为他看过懒毛。那种一毛也是啊，阴毛长得跟懒毛不一样。乳毛，乳毛没有毛，就真的是乳毛。乳毛是能多长？乳毛有些很长啊。哪有那么长啊？你到底都跟哪一类人在一起？你才是没经验嘛。那如果我们要吃到懒毛怎么办？那恭喜你中奖，太好了。他这个著名就是懒毛，哪有一家饼著名就吃到懒毛？想吃你们自己往下掏就有了。它是咸的，我看懒毛屁啦，哪有？它外面是咸的，里面是甜的，很酷的搭配吧？反正它就是咸咸甜甜的，然后融合的蛮好的，其实蛮好吃的。啊，只可惜没吃到懒毛，掏一掏啊，掏一掏就有。运气不好，给你吃好不好？不用不用，没关系，你多吃一点，多吃一点。到了北港，很多人推荐的。一郎，我这边有听说他有很厉害的一碗汤，等一下点给你们。OMG！ 然后这边的虾仁饭很有名，我来试试看。我等不及上菜了。这个是小排饭，这个是虾仁饭，这个就是很厉害的青蛙汤。你看，变成是一整只哎！讲真的，我真的还没吃过。没吃过你吃蛋吗？我试试看，因为很多人都说体积其实蛮好吃的，吃起来像很嫩的小鸡。真假？李阳还不知道，他去厕所。你先把它藏起来，你先藏起来。这个啊，他说是猪的尾巴，所以还有骨头，不长还以为是控肉饭。其实是猪尾饭，还是脚尾饭？脚尾饭。李阳要来，李阳要来了。有一个神秘的餐点一定要让你闭着眼睛试吃。你先闭着眼睛，快点，你先把眼睛闭起来。然后我要喂你，你要猜那是什么东西。好。这个是云林的特产，也没有啦。这家店最有名的，来。啊。你吃，快点啦！吃啊，吃啊！再拿进去，快点！拿进去，进去，进去！像小鸡，小鸡吗？小鸡，3、2、1。你看得出来这是什么吗？青蛙。啊，好吃吧？但我刚吃的部分在哪？我没看到。你吃的是青蛙腿啊？这腿4只都还在啊。它是5只腿的青蛙。还是你的？它好吃到蛙边。哎，但是是好吃吧？你闭上眼睛吃是好吃的啊，对吧？真的很像鸡啦。对啊，你不要这样子先入为主，人家是好吃的。哎，2只啦，原来里面是2只。哎，但讲真的，我没吃过哎，我想吃看看。哎，我觉得很好吃哎，就是很有咬劲的鸡肉，它是扎实的，而且汤超好喝。汤超好喝，好甜哦。这样多少？60。我吃不起吗？这么害怕的？你连猪都吃了，你连虾都吃了，吃你都没有对不起猪了，你在吃。赏你巴掌，虾仁饭不错吧？正常度，正常度。它是炸小虾仁，然后再拿去变成烩饭之类的，很有味道哎。它是这个肉汁啦，然后配这个虾，但是虾本身很有味道，我觉得很好吃哎。那个另外一个猪尾饭，它猪肉卤得很入味，但是你看它全部都是肥的，你知道肥的要煮到好吃很难，所以你觉得是好吃？可以。但是吃都会腻，因为它有点油，但是味道是好吃的，可以，我觉得这家很 OK。耶，结束了我们一天云林美食之旅，饱饱，各地经典美食都踩点了，你们可以自己去吃。云林拜拜，北港拜拜，大家拜拜。